据韩国媒体报道，韩国歌手金泰妍将于3月中旬发表新曲回归歌坛。此次是继去年6月推出的迷你三辑 Something New 之后，时隔9个月推出的新曲。他将于下月23日和24日在首尔松坡区蚕室室内体育馆举行演唱会，与粉丝们见面。此次新曲将在演唱会前公开，新曲的首个舞台也有望通过演唱会与大家见面。不少粉丝对此纷纷评论道：通过演唱会公开，哈哈，我现在就买机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